4月28日，韩美明星整形中心在美国洛杉矶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韩美明星整形中心与著名的瑞士米拉化妆品集团正式合作。我们韩美明星整形中心呢，总代理瑞斯最顶级世界顶级化妆品蜜拉刀皮子，因为女人为了爱美要打针要做手术，但是有的时候你就用好的产品，你是代替打针代替手术的。为了顾客着想，我们代理了世界顶级化妆品蜜拉刀皮子给大家。新闻发布会上，洛杉矶核桃市副市长苏王秀兰的代表向合作双方表示祝贺，并向他们颁发祝贺状。蜜拉刀皮子这个化妆品呢，化妆品的里面含有水分是75%或者是95%，水是最重要的，但是它是在世界最无公害的、最天然的、最干净的阿尔普斯山脉里有自己的水工厂，在那里提取的水用来最基本，然后呢用最高级的技术，全部是干细胞来制作的。瑞士著名的米拉化妆品集团旗下有400多款产品，因快速有效、现代化、天然成分和抗衰老而闻名于五大洲，遍布42个国家。提取珍稀成分用于护肤品产中，它的功效有。And whatever we can, we just buy from Switzerland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high-tech cosmetic materials. And for Swiss-made, you need at least 70% from the work doing in Switzerland, and we achieve 90%. The most of these products are made on organic raw material, unique material, and all raw materials are really safe from animal testing.现代社会的明显变化，就是人们对自己的容颜、对自己的健康意识觉醒如此之快。作为瑞士顶级的干细胞系列护肤品，其受欢迎程度不亚于好莱坞明星对奥斯卡的渴望程度。无公害的，阿尔普斯山脉里提取的水，再加上organic。就是野生的野生苹果、野生玫瑰、野生 argan、 野生葡萄来提取的干细胞来制作的，这个是跟其他化妆品不一样的。对我这个年龄来抹了以后，是一个星期以后我是看到的明确的效果的。但是这个化妆品呢，你越抹的话它就会保持，永远保持。护肤品最基本就是保养，抗老化、提拉、除皱，把皮肤变美白。韩美明星整形中心是近年来在医学美容行业发展最快的，他们知名的韩国医生团队的技术在业界获得充分的肯定。中心的理念是做一次整形还一次青春，每一位佳丽选择韩美就选择了完美。再来一个啊，全球新闻，美国洛杉矶报道。